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 我操，是我的，这不难受，突然感觉杀完了。 这波直接走就好了，他挡到我的。 别吃了吧。 这也要吃啊？那上面全没东西的，我操，防给对面打一双，队友正好顶不住，我说实话，哎，我不鸟了。我在路上。 他的妈的，对面中野估计双排。哎，往中路跑掉，往中路跑，这波这，我在路上。难刀，难刀，难刀。
隐形的，我隐形的，你不给你拿秒了。上路下路哪上路？我在路上。你要回家补装备吗？上路回去补反应面装备补。下路一把拿去。我在路上，那个上路能去放个影啊，鱼人有影的，跟着他们打，跟着他们打，和那个小龙有影的，跟着他们打，无论北的跟着他们打。他那边鱼人又喂条鱼，鱼人又喂条鱼，鱼兵吸血鬼完了。难道隐形了？难道隐形了能鸟吗？就怕难道就是难道，难道死你？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Enemy double kill. Enemy is unstoppable. 这两神塔，哎，算了，直接回吧，直接回吧。得去小龙团，不能给他们龙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，不能给他们龙。我在路上。放蓝刀就好了，不要跟小鱼子，不要跟吸血鬼玩，吸血鬼有个那个血字很彻底。给他们折力回去了，拿龙吗？他折力回去拿龙。我在路上。蓝刀我可以限制他隐身，没抓出来的。蓝区，蓝区，蓝区，帮我看一下蓝区，不用走上塔了，帮我看一下蓝区。蓝手怎么没了？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沙子能看到这边采取的沙子。看蓝刀，看蓝刀出力。吸血鬼死了，我们中塔可以压，蓝刀米大中塔压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吸血鬼过来可以装，好像可以秒他，好像我有引燃的。快点他妈他 Q 我。走吧走吧，下次人杀吗？他没道子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走吧走吧走吧，不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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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个吸血鬼跟那个男刀看好就行。感觉要做金身了对吧？不做招，中路压着往上跑，鱼人去带边，鱼人去带边，别吃中经济，鱼人去带边，你把中经济吃了，我又没经济吃。不急不急，中路现在过一波，不急不急不急。你能杀吗？我们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黑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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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塔。我减速到了，减速到了两只。我减速到了，减速到了。秒了，应该烂摔了。中塔，中塔，中塔！我打完跑路了，妈的，太难打了，不打了，不。哈哈哈！他解释还是心急的，真会问了。啊，你真会问了吗？我们上去，我上去，赏金塔不要被拆了。然后红我们吃了，加入我们红我们吃了。把吸回来，把吸回来，来来来，把吸回来。我在路上，我在路上。金塔大隐身过去吧。打闪金塔。
路不要去了，因为把中线过了，你上去没用的，但是你该掉该掉还是掉的。我在路上。蓝区反了吧，蓝区反。难道过来可以秒？不急不急，看，应该不敢过来。看下路线有人处理没？吸血鬼，吸血鬼，等下别吸血鬼，一二三冲！你这边影分身还有一个，影分身还有一个这边。中线，高地可以上，高地可以上，我在路上。这段明天能打龙，明天。元素亚龙登场。鱼过来呗，鱼。小龙团了，我们直接过来，不用回，我们直接动就行了，谁来杀谁就行了。鱼把中间过一点。可以打，他们家红区，来，一起进，来，听我的，我探照打了呢，难道可以直接显形的？过来，难道漏了，能杀吗？红板也，死了，大龙，兄弟们，大龙。一波了，又一个吸血鬼了，瞎子把吸血鬼直接踹走啊！一波了，我边缘他直接踹。一波了。Victory！ 跑路！我要干活去了，太累了，正在咳嗽。
有個女仔令我思想變得大過，當初我有時係咪對你犯下大錯？你話我唔識諗，仲似買無用飾品，慢慢心淡覺得我對感情唔認真。要知道男人係天生嘅小朋友，小朋友弱點會忽略另一半感受，要改正好簡單，我只係欠條教，經歷得多反而可以令到愛變濃厚。超越嘅世界永遠好動，帶著渴望，佢冇時間嚟。你时常将我做配合，但你要我这个角色只给我培训。情愿爱太过复杂，不要太多信息。常你爱我定格，不会太过忐忑。当女人的时候，又接近放手。循环播放剧情有多少个然后，如果系现实，我会选择打破现实。在你的世界里面，我会选择慢慢自由。致命的世界永远好动，带着渴望，却没时间遗忘。爱情错过却唔可再从开始走到结尾，那个不会变大个，但终究想要那个理由，有谁可以劝阻？要 F4 仲有变数，最普通嘅佢哋时常变故，每个季节嘅消耗，看着花瓣跌落。